三月份天气终于变暖和了，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，随处可以听到鸟鸣声。看，树上的花开了 ，Maple flower。这是枫树的花，是我今年看到最早的花。枫叶有很多种颜色，枫树的花也是五颜六色的，这是其中的一种。远远的看去，草地也开始泛绿了。